大家好，我是 Jordan。 刚刚那边雾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我走回去内寮县的步道入口，然后开着车开到桃源谷观景平台这里。这边有路标，往右边大溪线步道5公里，并且可以走到桃源谷大草原，前面就是福德山的山头。我们上一集是从山头的另外一边往上面走，走到山头以后，因为浓雾太大，所以我们从上面的山头折返。观景平台这边的停车场的 Google Map 定位点连结，我也会放在我影片下面的说明栏，给你们参考哦。但是切记，假日的时候车辆是禁止进入的。往前面，往石观音寺，往左边，往草岭线步道4.5公里，我们就往这边草岭线步道的方向走吧。观景平台到了。没办法，这边一样是雾茫茫一片。我们现在往汪坑头山的方向去看看，一样是雾茫茫的一片。汪坑头山它有名的是远远的看很像一只哈巴狗，不过今天的云雾真的是太大了，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。往汪坑头山的步道是沿着山棱线，一会爬坡，一会又降坡，真的是峰峰相连到天边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制高点，前面是我们刚刚走过来观景平台的位置，前面是宜兰的外海。前面草原的下面有许多只鸟在吃草，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牛群。昨天因为风跟雾都太大了，所以在隔天我今天又来到桃源谷大草原了。我今天直接把车子开到桃源谷大草原的观景平台这里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看看这里的美景了。现在在前面已经可以看到龟山岛了，往右边是往桃源谷大草原，往左边是往草岭线，上面就是观景平台。我们现在上去观景平台，昨天在上面看起来雾气很重，我们现在上去看了。观景平台到了。太好了，今天的视野还蛮好的，而且上面没有什么风，今天寄予厚望啊。现在在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昨天的福德山的山头，还可以看到草岭线步道上的最高峰汪坑头山，海拔有617公尺，远远看很像一只哈巴狗。前面是草岭线步道，前面是我们昨天走上去的福德山山头、龟山岛、汪坑头山。特写一下汪坑头山，
远远的看是不是真的很像一只哈巴狗，怕待会又变天，天气说变就变，我们先在这里先飞一下空拍机。现在面临的两难，是要去走草岭线步道，还是要去走桃源谷大草原？不过我们的景点主题是桃源谷大草原，所以我们先去桃源谷大草原看一看，我们到底就往福德山的山头看一看，今天的风景跟昨天起大雾的时候的风景有差多少。我们现在离开观景台，往福德山山头的方向前进，前面就是福德山山头，走路。前面是刚刚的观景台，前面现在隐约还看得到龟山岛，不过现在雾气比刚来的时候还要大。我们继续往上走咯。这边有指标，往右边桃源谷在 0.1 公里就可以到，往左边也就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，往前走5公里可以到草岭古道的垭口，我们再继续往前走。山头就在前面了，爬到山头了。现在的雾气比我刚刚来的时候又多了很多，视野差了很多，赶快用镜头让你们看一下这边四周的风景。前面是宜兰的海滨，不过龟山岛已经被雾气淹没了。前面是核市场，这边是桃源谷的最高点，海拔543公尺，我们来飞下空拍机吧。提醒你们一下，桃源谷观景平台这边的停车场在入口处的地方，那边有标志写假日禁止车辆进入哦。我们续攻桃源谷大草原，走。远处就是桃源谷大草原，昨天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牛群，现在已经有看到很多牛群在那边吃草。我昨天的空拍有带到牛群在吃草的镜头，不过那个地方是在草岭线的旁边，不是在桃源谷大草原这里哦。前面是刚刚的福德山最高点，前面是核市场，继续往下走，这边是昨天走过的交叉口，右边是往内寮线步道，直走是往大溪线，我们先直走。
在这里看一下。哇，今天好多鸟，还有很多鸟躺在水塘里面休息。我们再往大溪线的方向走。前面已经有牛群走到步道上这边来吃草了，而且我们昨天前面已经去过了，我们往回走。又回到交叉路口这里了，往左边就是往我们昨天过来的时候的那条线，我们往直走回到停车场那边，然后去走草岭线。回到停车场这里，我们再继续往草岭线的方向走，这边是刚刚的观景台，继续走。左边这边石碑写4公里，右边写0.5公里，整个草岭线步道4.5公里。昨天有跟大家提过，为什么我要走草岭线步道？因为来桃源谷大草原的四条路线里面，草岭线是最漂亮的。昨天拍的牛群就是在步道左边的这一片草原拍的，在这边看一下风景，前面是刚刚的观景台。前面是万坑头山，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哈巴狗了。现在整个雾都变重了。现在万坑头山的哈巴狗形状又有点跑出来了。我现在烦恼的是，昨天拍的跟今天拍的不知道怎么把它剪接在一起，因为昨天来拍的时候起大风又起大雾，拍得有点乱七八糟。昨天雾茫茫一片，今天的景色比较好，可以让你们比较一下两种不同的天气之下的情境。现在又起雾了，我现在准备要往回走了。下面是停车场，前面是福德山山头，你看现在都已经被雾气整个给淹没了。不包含我昨天走的路线的话，我今天从桃源谷观景平台这里出发，然后再回到桃源谷观景平台这里，一共走了2.2公里。这个地方真的是不错，不愧为北部最美草原，很适合全家来这里走一走。
不过在走山路的时候，有些地方是没有石阶梯的，是泥土路要特别小心，尤其有些泥土上面有青苔，要特别的小心，最好是穿登山专用的鞋子过来比较好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开启右脚小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Jordan 到处走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